预备枪，动算，备枪，备枪，备枪，动算，动算，动算。动算声不断，总统及立委大选投票日进入倒数计时阶段。相较于其他立委参选人各式广告以及记者会不断，国民党立委参选人林佩祥和国民党基隆市党部以及党籍市议员里长们合作，采取低调却稳扎稳打办理基层的茶会以及后援会等陆战模式，持续进行固装。这边跟大家承诺，我一上任之后，我一定马上积极处理1815跟9026的班次问题，我一定马上着手把9026的班次加高，把1815那些晚上最后一班打回，最后一班在市府转运站回不到家人，他们早点回家，这非常当立法委员最想做的事情。到最后面的选举到最后面的关头，那佩祥会认为说，我们还是稳扎稳打，持续保持自己的脚步，到最后关头，我们会跟市党部密切合作，同时之间跟我们各个社团、跟我们各个社区、跟我们所有组织来去好好的聊，让他们了解我们的需求，让我们基隆人的需求，让他们了解我们的政见，让他们了解未来佩祥到国会想帮基隆人做些什么，而不是单单纯纯只是在着重在意识形态跟政党对决。当然，未来在1月4号的时候，我们在基隆市在面粉厂会办一场大型的造势晚会，到时候所有我们的大咖也都会陆续出席，但请大家拭目以待。由国民党基隆市党部主委吴国盛主导，名为与侯友宜、林佩祥有约，大约150人左右的联谊茶会，全市总共办理20场。像是这场在安乐区七贤里民活动中心举办，邀请来自安乐区英歌、壮观、安和、家人、乐一、英安、四维、七贤和定邦等里的里长和支持者，共同凝聚向心力，回去再各自发挥影响力，选战倒数时刻再加把劲。全力力推总统支持侯友宜、赵少康，立委支持林佩祥，迎接最后的胜选。我还没倒数。记者吴俊松，基隆报道。